和你一起做的第十三件事。拳击，就是昨天落枕了。没有，还好。鬼屋非常的印象深刻，其实当时也是这位摄像老师，就我们俩，我让他走前面就是站着拍我，因为我一个人确实还是非常害怕。什么呀什么呀啊啊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啊啊，走走走啊走啊，你走，不是你走啊，我一个人啊，不是走啊走啊，你也要走啊，你不走我啊，进来，对，那肯定稍微如果和兄弟们一起玩，那肯定会比以前好很多。对，看情况，就是如果是重恐的话，可能第二吧，走第二。拳击，其实就是想释放一些嘛，比如说心情啊或者压力。其实因为拳击，其实我之前一次也没有玩过，因为我可能会看到一些电视上面就那种专业的人打起来，就可能就感觉非常爽，应该会。然后因为释放压力嘛，其实现在也自己也17岁了嘛，也算快成年了。虽然说可能平时大家看着我就是比较开心的样子，有点傻傻的，但其实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压力，或者有时候就比如会遇到一些不是可以马上就能解决的问题，可能就比如之前隔离在家，然后就可能比较封闭，然后呢再加上训练啊一些学业上的一些可能各种各样的要完成的东西，或者有时候要写歌呀，然后或者就是没有灵感，然后其实这些累积起来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压力或者一些烦恼吧。对，然后呢我想呢就是通过这个方式能够展示男人的力量啊，这种可以发泄出来，然后应该可能打完之后就会好很多了。现在是拍你的马拉松？对啊，肯定。那我要不就来 OK 来，他这有奖往后退，小宝来发射是左脚雷旋，是速度脚双脚啊，跟着是雷旋啊，然后双脚尖以侧面四十五度平行，膝盖微弯啊，右脚跟后脚跟微点起来啊，微点，对，记得我们重心在中间啊，不要往大也不要往前，在中间啊，身体仰面斜对，对，好，眼睛看正面方看镜子啊，然后双手垂直往下，对，拉下来，右手啊，手肘贴我们腹部，然后 OK 啊，我们的拳贴到我们手啊，贴我们脸上。对啊啊，手扶啊，然后前手未来出来，我们左手，对啊啊，要去踢啊，别后踢，手扶，对，含胸手扶啊，对啊，对，这是我们那个基本功啊。然后再讲一下我们的直拳，我们平时分为的直拳、勾拳和摆拳，跟大家我们搞最基本的直拳啊，先听一下前手跟左手，左手直拳，先一下手上动作啊。肩多高，打拳多高，用肩部带出去啊，带出去以后拳转弯带出来就有。对，打出去后肩多高啊，打拳多高，对，再来走。对，不要先抬走，不要先抬走啊，直线往前走一步。对，收，放松一点啊，啊走。来收，啊走。收，好，接下来再来一个转踢啊，我们拳击力量来自转踢，脚掌啊。转动，对了，很小，哎，对了，一起打，对，放松点啊，收，对了，收的时候啊，前手不要去这边去拉啊，好，那是斜的，身体往，嗯，这边是斜的，啊，再来走，收，对了，走，收，好，可以连起来啊，连起来啊，准备走，打，出来了，对，再往松一点，走，对，啊，再走，对了，走。走，走，对 ，OK， 后手啊，这是我们右手啊，仰掌哈，后脚跟微点啊，后脚微点
羊的直圈的时候转体啊，转体转出来屁股了，对，转出来以后脚下重心还在中间啊，不要往上起蹬，膝盖屁股还是保持弯曲，然后后手直圈也是一样啊，打出去以后一下直下打出去就有了，好，这是我们左手的手腕停练脚底啊，停练啊，然后回圆的时候这手回圆就有了，对啊，再来一次走，对了，放松点啊，腰啊带出来点，好，手来走，对了，手走，手对了，走对了，走左右啊，连拳啊，连拳，先左再右，连拳左再两拳有点，对，我们打拳前手打一个位置，后手也是打一个位置啊，别打两边，我们试一下，对，同一个位置啊，好，这是自己的面部鼻尖，这个面部打打，对，好，可以连起来啊，走打打，对了，手别去弹啊，别去弹，它是一个转弯，转弯别去外去弹，再来一次，走一二，对了，再走打打，对，来走，对了，来走，对，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一个 OK， 累是吗？还好。戴上之后很带感，这个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嘛，这个吗，应该是保护什么，哎，老老师啊，哪个是用来干啥，它是一般的是包括我们的手，因为平时我们戴拳套打沙袋呀，或者说打手把的时候拳套它就会打，它有空的它有时候摩擦会手腕会压皮啊，就是其实用保护的手腕，就是关节这个东西。这就是啥？这大祖母好像没有啊。那个袋子，这个没有。刚是我大祖母，她没有到应该到的位置。先试一下，就大袋儿。来个八字，走，站稳，站稳，你不要下，你看一下，你看刀身重心稳，大字对不对？大字对不对？别动，别动，别手停，走，来，再往上面走，对了，回个弯啊，打出来，好，再压一点，下去了，哎，别太死了，回点球，再整一圈，这个是七级吧？来，再走，来，回个弯，走。感觉怎么样，兄弟？挺爽，就是可能姿势有些变形，核心可能差了点，没有这样。对，那个就是准备上场前，对，然后那个我给你按摩，然后那个水开始往上流。我自己要换一下牙套。对，表情一般很重要。小猪之前打过架吗？打过。打架就是是用刚刚这种拳击的姿势，还是用什么姿势？乱打是怎么打？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吗？挥一下吗？差不多就这个。还是有一点拳击的出息。一般都是要先推一下，然后蹦。那那一场打架你打赢了吗？对方推你怎么办？我打赢了，就是他打不过，他就去叫高的那个，然后我就跑了。我操，你当时的语言是？跑得比较快是吧？不，我跟他打肯定我打得过他，我觉得我可以了。老师，我们继续。
所谓的花嘛，它就是往前，前折头是正常的，啊就有啊表面，它折头是后脚，蹬力啊有摆动，然后前脚往前迈。哎，记住啊，还记住就是前脚掌，不是脚跟这样去走啊，脚掌，脚掌朝右，开始走，往下走。哎，对了，后退的啊，后退的是后脚先退。对，退了，走路上不能上，走路上不能上。来，前，前，好，来好，啊，左右两边，啊，左，对啊，走路上不能上，啊，左，右，啊，右边，右脚，对了，然后接下来加一个跳步，啊，跳步，啊，跳步来说就是，啊，它是一个往前后的一个跳步，啊，平时的报价来讲，蹬，一二，一二，哎，对，对，前后，对，就是感觉。对啊，一二，加点点节奏，回点力气来，对，啊，来，二一，二一，二一，哎，对了，对，啊，不错不错啊，看到我走，啊，看到我切，对，啊，看到我走啊，对，啊，连续连续，对，不错，啊，不错，对。简单的评价一下吗？那个，好感觉前后还稍微好点，左右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非常的很有点笨拙。好，准备走。差不多是有那个临近两个月没有做体能，对，感觉跟之前完全比不了。如果之前来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撑一会。对了，我想问一下，哪种拳是最猛的？就是打起来最痛的。其实这个你练到最后就差不多，把拳的蛮力啊一点都把它全都调。或者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有那种上勾下勾？有啊，就是我们就是后面练习，前期的时候我们就是从我们基础就是直拳嘛，基础那个直拳的时候哎，直拳的时候它是一个也算杀伤力和威力，距离感是控制的。更远，而且拳它也更准一点，这种拳。啊，如果说勾拳和摆拳来说，就是进阶。对，它就是后面练习。勾拳来说，它平时我们打的是击腹，击腹，对，击腹还有击头，啊，就上勾，当然是勾。然后就是摆拳，摆拳来说就是打我们的正下巴，下巴稍微可能的意思。每一拳它的作用啊，作用都很大。明白，就是只要练得好。对，那老师，那假如说就是那种躲避的话，是躲闪。对啊，躲闪我们有很多种啊，就是平时的要侧闪还是摇闪？侧就是左右两边。对，左右两边，然后摇闪啊，摇闪就是对摇，我们说的摇臂，就是平时摇起来就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啊。刚才说的躲闪就是往侧两边，然
边，后仰啊，都可以做。怎么样？我自己做起来应该会很傻。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可以实现啊。那我先问一下老师，那你打拳打了多久？啊，5、6年的样子。然后呢，现在体验课也就结束了。然后呢，现在感觉时间也不早了。然后呢，就准备去和兄弟们会合了。对，感觉这个打拳还是今天非常的爽快。然后感觉打完之后也感觉轻松了很多，虽然说还是比较累的，对，然后但还是很爽。然后以后呢，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还会来吧。对，因为感觉打拳还是非常的爽，然后就能就反这种释放的方式，然后也是非常的好。有想过就是约兄弟来对打吗？可以啊，我应该上过一节课，还是不一样。第一个想约的人是？第一个想约的，那就张杰吧。就是看他挺不爽的。那你觉得张杰他更擅长的是攻击还是躲避？可能都不擅长。我擅长攻击，直接猛攻，他应该就直接。就应该在这儿，他应该现在在我这个位置了，我还在上面。好的，我们很期待你跟张杰的第一场对打。OK， 今天是沉浸式开会。现在看到我们面前的这个分贝仪，这怎么长得像筋膜枪呢？我也觉得，我刚才真的像筋膜枪。98 35 10你真牛号0啊不做就43你80大哥搞定70-80我估计可能是6517003900还有再超高点了吗13050我也猜50507560就两边滑呗。哎，石头剪刀布。哎，咋没赢过？真的，你高网，我真的高网了，我以为他出剪刀，还是剪刀会死。我们这边吗？你可以直接来个大的。告诉我哈。将纸盒上所有的胶带成功撕下来。啊，你是抽到王炸了？乖呀，直接王炸。这一下估计就130了。接下来您将看到 TF 家族史上最安静物料。温馨提示：游戏过程中可以大口呼吸哦。
Double power. 5000加多少？哇！我真的找不到坑啊，肯定是被你们藏起来了，放弃。将鸡蛋，将鸡蛋搅拌均匀，倒至锅中翻炒并吃完。你这个直接爆掉，你这个翻炒就放进去的，你那个滋滋声。哇，好香啊！真牛，张振宇，好香啊！牛死我了！来一个，来一个，
我是苏校这运气绝对是个重磅，不可能，不可能，直接是烤肉，直接烤肉，待会儿不能烤肉，这太香了，遭不住，这活狠不狠？将准备好的大蒜捣成蒜泥，哇，这个感觉还可以。你是懂的，不是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哎，哦，太简单了。老鼠片，要老鼠片。那你再试一下，我这还有四圈，你试一下。哇，这个很硬啊，这个是好硬。再创新高，再创辉煌，不是。啊，这个，闭上眼，给个。这一包番茄味的薯片，给个面子，可以吗？给个面子，许个愿，给个面子。要家庭版的哦。将整根胡萝卜切片。整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最多十刀。但你要看是哪种刀，切成几毫米什么样的片，几微米那种。要削皮，要薄片，你没个四十刀拿不下来呀。要跟住他这个刀。真要削皮。20，你这什么呢？你这片儿，胡萝卜片儿。OK。够了吧？你的菊要切到什么？
看快递包装上的泡泡，所有捏爆。好，这个哦，有哑派，有哑的，有哑的，有哑派，概率不大。这么多，八十一个绝对绰绰有余。你这一张下去，你十几个放这段。喝完一盘瓜子，哦，一盘一盘，有、他让我捏碎干脆面先吃完。捏碎。你直接一拳就碎完了。对。什么时候开始？二选一，唯一的狠活在你这里。将吸油纸撕成五个长条，你直接撕五下。对啊，不就行了吗？就五下呀，那五下就可以了。我准备好了，五个了，六。
十六。我还有最后一条，多说点话吧。你有什么问题吗？别玩脱了。看不到。超了超了。一会儿玩脱了一会儿。32 OK 项目最简单的出去靠简单哇真的觉得那个不是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哎呀哎这不是张琪那个假发吗这是张琪的表情包那个假发哇好美啊哇好美啊还没看到呢还没看到呢哇哇张琪你在哪儿叫张琪好美哦谁让你平时叫我的好美哦来走来一个张琪好激动头发都插进去了给别人眼镜就来戴啊那两个眼镜那两个眼镜一起戴上去选哪个都戴都戴哎呀先戴大再戴小张琪我谢谢你了眼镜谁让你平时都搞我的眼镜好漂亮这个这两个腋毛哦哈哈五彩斑斓的腋毛夹住白色的夹住哎这边可以套上这边可以套上这边可以套上OK 啊啊拍一张合照吧傻花对十七了高龄还有一年就可以拿驾照了对相信我他驾照估计起码等半年嘛等到我们都成年了拿到驾照对我们什么时候拿的我们拿到教练最开教练就快五他直一脚油门踩下去了发动机干爆了我教不了教不了学了一年的挂了一脚踩油箱里去了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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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子啊这个院的笑切得越来越难刮了哎呀不过这角度不好切啊你们谁切一下短我吃不掉我太大了那个匹配要我这个比例是一样的不是你要我蛋糕牌我没看错他这边还有一本天蓝色的笔啊分享一下呢，小叔。拳击，他铁轨，非常的爽。他那种铁轨打架，就是
分，他是那个铁腿，你是说你的全能硬还是铁腿硬？那个车不知道全能硬啊，我要去体验了。我要去拍一个。教练说，教练说我没有天赋。每个教练还有当陪练的教练，陪练还有全当陪练的天赋，都很有天赋。天赋打完还是什么？我教练每分都在，真的是哇塞，那种可能就比如疫情在家的时候嘛，可能憋太久了，然后。包括一些学业之类的东西，我就打拳释放一下。对，好的，那今天我们带成员们来这里呢，其实就是找到这么一个就是比较放松的地方，因为这里也没有人，然后比较荒芜，然后你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然后给成员们也准备了一些道具，就带这个吗？就这个。你带什么？你不需要带，你只用手打。你不是铁拳头吗 ？Iron hand， 哇，好帅啊！哎！装真用牙呀！对啊，提前别把牙。这两个。你可。走。这个我死了呢都。轻点，刚出皮带。对哦。轻点，你干嘛呀？过来。过。阿杰。我给他这种。哎，一个好朋友，快跟我走。什么动物？这个都见到就冲上去。麻烦。喝了一口，现在也是哎，闻一下，见医生，一起来释放吧！哎呀，那个嘛！哎呀，啊！住下！啊！
三、二、一。为什么有时候总是抢不准？再来，三、二、一。为什么有时候总是抢不准？真的没坐过摩天轮，因为很高啊。其实我真的恐高，因为我恐高。不是，他要升很高啊。我发誓。我不想看，我现在怎么样？不是，我真的有点那个啥，我流汗，我不想啊。那我肯定就坐着呀，我难道？那算了，我应该不行。B， 就只有一个选项，两个选项啊，并教育条哦，我听成并且的并 ，A A A 是什么 ？A A， 选 A 吧。都有这么可能更偏向就可能 B A 可能会就是被情感支配理智 A B， 什么意思？题目是什么？啊啊，然后 A 是谁？就是心仪。对，因为 A 就是你觉得是啊。那肯定选 B。B。A 应该是都有一点，更偏向可能 B应该是 B， 别人接受。可能我觉得都可以。A 吧。
B， 但有可能我是感情重视一个。嗯 ，A。就比如可能跟朋友、好朋友、兄弟的话，就可能肯定会活力一些，然后可能跟一些不是那么熟的人，然后可能就感觉事会挺多的，因为我经常跟兄弟们在一起，所以应该 A。就是那应该是无拘无束，就是 B。刚才在 看外面，不是我为啥感觉没动呢？是我错觉吗？那你再说一遍。A。哦，那应该是会就是比较焦虑吧。就比如。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的，我肯定会跟他比较熟吧。那陌生人的话，应该还是不会很熟。A。A。OK。 B 呢？ B 呢？A。 无计划的抽象，坚定感受，意念是什么意思？哦，事实和意念，那有可能会冲动。热衷，文静。随意的，直觉的，敏感的，感人的，概念。不受约束，那矜持，不拘小节吧，意念，看了一点点，我流汗了，我真流汗了，是。应该还好。都是，是不是有三个菜？怜悯。这两个词有什么关系？那应该是祝福。务实是就实际嘛，务实的。应该算不多吧。INFP，
觉得挺准的，就确实比较敏感，感觉比之前好，就是也还好，也没有很多吧。你说给自己压力，嗯，反正我就想着肯定要做好那件事儿，对，然后就是肯定尽自己努力去做。我其实不是很喜欢把自己情感就分享或者是说出来这种，因为我肯定我觉得这样或者说尴尬，或也可能或者说就是反正我自己不喜欢这样。对，因为我难过或者开心的时候就是可能就不会受其他人影响，所以说就可能有时候会冲动，先冷静吧，然后但可能自己会想很久，然后想就慢慢好了。如果就可能哪就反思，可能没做好就去做好，解决不了的可能会去问一下嘛，或者去问一下。感觉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对，下次看吧。因为我之前不是也是做那个大摆锤，被他们拉上去做，我们全部人都做，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做，以前都没做过，包括那个跳楼机都没做过。挑战了就感觉好，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